好的，安尼吼，他都安都来，那你素颖姐姐都来这条戏三颗雕。阿基麦呢要有我，我是双双。我现在呢要带来一首歌曲，也是为什么你叫双双？为什么叫双双？因为你猜啊，你猜猜看，大家在猜为什么我叫双双？对，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，他知道为什么叫双双，因为我姓双啊。我叫什么啊？你等我一下，等我哦，等我，我还没搞哎，来，我叫什么啊？双梁宇吧，唔对，我姓双，我名字叫梁宇，所以我的我的名叫做双双，我是真正姓双啊，嘿。嘿，我是姓香，我相信吼，做者咱即卖在座的做者观众朋友，可能拢有看过我，所以吼，其实差不多就听你讲，我以前看到你李国英男老师遐表演啊，啊，我阁有看到你李黄少乐团表演，所以呢，靠咱的观众朋友会了解我，知影我叫做双梁宇，所以我就是双双。那现在呢，阿咧小黄老师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啊。知影吼，知影为什么要叫双双啊？对啦，我拢爱被咱的团员介绍。阿内瓦先来自我乐团介绍节，我们这位帅气的 keyboard 老师，哎，老师你叫什么名啊？哎，我叫若颖。若颖，对，然后我中文名字，我的中文的艺名叫小黄。小黄，哎，真的吼，哎，对。啊，大家听小。哎，不是 Kitty 家，应该 Kitty 家，没有，这个是有原因的。为什么我后来叫若颖不叫小黄？就是因为。有一次我在那个 pub 唱歌的时候，这个客人喝醉，然后跟服务生说他要叫小黄，然后服务生就跑来，然后服务生就跑来找我说，那个台下的客人要找你。哦呵，你抓了蛋啊！你想说为什么他要找你？重点是那个客人还，嘿，哦，那个狼才虎豹，狼才虎豹，你说他长得有点凶，非常的凶神恶煞，害你错几条，然后唱、啊。我想说奇怪，我是唱了什么不对的歌？他说没有，我要坐计程车。无啦，我被嘴 K 零七司机小黄啦，安尼无怪你要改名，是不是？对，后来我都改名字。啊、改名你应该要改大黄啊，你看起来不像小黄，像大黄。好了，那哪些来唱歌好了？我们不要吧。没有没有，还没介绍完。再来，我们刚刚这一位，我们比较资深的帅气男子哦，他都在吉他弹得非常之卖力。喜拉的严老师，严团长，掌声欢迎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还有我们刚刚去了那里，去了那里曼德那个曼德狗牛哦，老哎、欸、姐姐，你今来无请那个曼德沙来？不，那不请一件曼德沙来，这是咱的叶素云姐姐啊、哦，她都是在我们的很多歌唱比赛啊，参加一些歌唱比赛，然后呢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，所以我们从刚刚呢，嘿，刚刚咱对的歌起来，对咱的啥一切的歌曲加小赞，所以呢，伊连咱的做在台南啊，很多外地地区的歌唱比赛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，再来。是我们两位，有没有看到可爱的小妹妹？小妹妹，来，我们今天穿的金细细，我们的小红，来，也害羞啦，我们的嘿，可爱小姐妹花，小妹，这个小红红色的衣服，这个妹妹，她是妹妹，她叫做静，维琳，这个是姐姐叫做静维，这两位可爱的小姐妹花的是哪里？这位美女妈妈，美女姐姐啦，美女姐姐带出来唱歌的，阿奶伫厝伊拢叫伊妈妈哦，来跟大家问个好。大家好，因做害羞的啦。好，那我们自我介绍完。